旁边玩玩具呢？干啥？你看妈妈又给你买了好玩的呀。什么呀？你看看倒出来。哇，又是反转车。对，四辆反转车呢。好，我们打开看看好不好？好。这个要大一点，看起来。对。能转。能转啊？可能能拉这么长啊？还可以动，这个是救人的。那里都可以动是吧？这样挺好。消防车。我们看看这个，这个是什么啊？这个是推土机吗？铲车啊，铲车。这一款哈、比之前的那款就是上面的这个活动的这些都要大一点，做工要好。看里面，你看这个里面是压路机反转出来。老师，你看。而且这个质量很好，材质也很厚。哎，这个的抓木头的也可以。啊，那也抓木头的。那夹得很大是吧？但是啊，我们把大小车都拆好了，来我们变形吧。好呀。看看他们能变成别的小车吧。好嘞。那你变了两个，我变这两个，好不好？好。那我们先看这一辆小车，把它反转，把它反转变形。看我的这个变成了一个压路机。来看你的了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我能拉长，哇，还能动，哇！看看你的能变成什么车？看好了，这个可是能变成叉车的。叉车呀，那我们拭目以待，看看是不是叉车。好了，可以。哎，我这个变成了一个叉车，你看这个还可以。叉车的头是活动的，上下可以推拉的。你看我爸刚才的推土车变成了一辆信号车。小叔呀，这四辆这个反转车好不好？好，喜欢吗？喜欢。